我是大山，你的专业带吃。三年前我特别爱吃鱼，三年后呢？三年后我特别爱看人吃鱼，吃的越多我越开心。啥心理？因为这家店是我开的，没别的，三周年就想请你吃鱼。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。吃好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爱吃鱼吗？因为鱼的记忆只有七秒，健忘的生物才能得到永恒的幸福。说的没错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还没有支付订单呢。什么订单？支付什么？哎，你吃我鱼，赶紧买单。